陛下，终于回来了。赵执事找你呢，跟我走吧。徇私舞弊，违反秉事条令，跪吧。于谦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只是奉赵执事之命行事而已。他私下攀附兰昭公主，明说法。小姐姐，别管我。咱们是商户，既进了这园子，上有律法，下有规矩。 此事赵执事处置合理，你不必替我说情。那我来陪你，你别这样。你也要跪是吧？行，跪吧。你，王爷，那兰昭公主那边每天都派人来啊，你老是这么躲着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哎呀，只要不是她亲自来啊，找理由打发就完了。 奴才掐指一算，不出今夜，他本人必到。胡说！